你谁呀？你一直打电话，你是不是很想被我拉黑啊？你好，这边是点歌台的，有人给您点了一首歌，还有一段话带给您。哦，什么话呀？他说：“笨蛋，这是我最后一次给你说说心里话了。希望分开后你要好好照顾自己，记得按时吃饭，按时睡觉，不要熬夜。哎呀！虽然你很忙很累，但是你得学会照顾自己，你也有脆弱不堪的一面。和你在一起很幸福，你知道吗？”在遇见你的那一刻起，我愿相信一次爱情。以后我不会再轻易触碰爱是不是情想了。好又离开了吗？我不想一个人在夜里偷偷的哭了。这次肯定会很难熬，我会试着去忘记你。答应我，以后一定要开心。我不愿意看见自己爱的人难过。没有了，姑娘，有话要我告诉他吗？一辈子还是否能遇见你？所以我今生才会那么努力，把最好的给你。爱你都变成伤害。